啊，会带着四位妈妈出去玩。啊，咋啦？旅游团出发了。好，你累不累？来，我不累，我来就是陪你们。今天我们走，一定要从头拍到尾啊！好，好拍吗？好，好，可以的。回去的时候你们看照片，你就会想起我。帮你吗？我来帮你。我们黄圣依特别对我好，谢谢黄圣依啊的照顾。其实我今天出来不光是玩开心，我还要学一学怎么做婆婆。圣依是关心婆婆，但是这个婆婆呢也会疼人。我也想跟她说的，我也疼着媳妇，她对我太好了。一天旅游结束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呀。两个人媳妇儿黄圣依和那个莎莎，山莎莎，莎莎那个媳妇儿也会照顾人，还得找地点上哪玩好，还得达到我们满意。大多数时间呢，我是跟着黄圣依婆婆，这面呢是跟着莎莎的婆婆，我就观察，人家怎么就对儿媳那么好，人家怎么能那么细心的关爱自己的儿媳。你也关爱我啊？没有啊，但是我跟你比还是差的很多呀。我们有我们相处方式。哎呀，好儿媳，孙同学，你去受了什么委屈了？心里头，对，你要受什么委屈了，你要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，你就跟我说。哦，你也知道我的脾气，就直来直去。我们这个家庭是有话说话的。每次早上的时候，我跟张卓一看到你就小茶几就蹲着这样子吃饭，就好像在虐待父母亲这样子，心塞了，你懂吗？哦，你们是那么想的。所以我在那个小茶几那边，我就不就贴的那个松字嘛，其实就想你在餐桌吃饭嘛。我还在那儿吃饭呢。对对，当婆婆也真是也是一门学问。就是我当婆婆的怎么爱你，这个今天真是主要对我思想真是有很大的改变。是，嗯，我不能就是那么刁难你呀、啊，怎么怎么地呀、啊。松松小工不累，年轻人干点活不怕，给他毛巾，我还给他汗，我冷呢。你不知道拿哪个碟子，松松知道，松松是打杂的。松松就是，妈妈就是说句心里话吧，原先对你有很多不公，真是妈妈今后一定改正。我们有我们相处方式。我的儿媳也是那么关心我爱我，也是那么爱我这个婆婆，可是我为啥我做的就不好呢？你哪有不好？我从来没有。我知道你进家门的时候，说心里话，我真是愧对你，真是对你不好。今天在他们身上我真是学了很多很多，就是怎么样能对儿媳妇好。真是松松，我从来松松松松，真的对不起。妈妈说说这话，不要说这话。妈妈说，哎呦，你这怎么？真是没有。我在别的婆婆身上我学到了很多。妈，真是对不起。妈，你不要说这种，我真受不了。你不要这样子。我们在那儿泡脚的时候，黄圣依给她婆婆脱鞋穿袜子，黄圣依她婆婆说，你看我们圣依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松松也给我做过这样的事儿。黄圣依的婆婆把大衣拿去了，这是圣依给我买的。我想你也给我买过那么多东西啊，我也鼓起勇气站起来，我就说这个大衣也是我儿媳松松给我买的，可是原先我从来说不出口，真是说不出口。妈，真的，妈呀，嗯。我今天我给你买了一个纪念品，
这个礼物呢，虽然钱不多哈，不贵，但是妈妈的一片心意。松松愧对你。妈你不要太放在心上。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，我们的方式是比较直，就是知道你心里面是就不舒服，但是起码目的达到了，因为你真的做了。是啊，但是我觉得我很为你骄傲，因为所有事情都是你肩负起来，这是我们都看在眼里都很开心的。你是一个很好的母亲，妈妈今后一定改正，往后咱们共同都开心快乐。嗯，行，同学。哎呀，好热好儿媳。他跟我说抱歉的话，我就觉得好心疼啊。我觉得家人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，而他觉得欠缺的那部分我觉得一点都没欠缺，你已经对我们很好了。我觉得这次幸好妈妈你也能理解。我理解，你应该改变一下，把心往这边挪一挪，别光在那边，心挪一挪。嗯，挪到这边。我还以为张铎来了，我看到定位他好像在附近，但是他也没发信息给我。嗨，此路是我开，留下买路财。他冷，哎，东哥，杨老师，哎，来来，东哥，对呀，张铎，张老师，张老师好，东哥，杨老师好，哎，杨老师好，东哥好，你俩算晒太阳呢？对，溜达溜达，今儿天挺好的，这感觉太好了。对，我应该好好向你们俩学习学习啊！你们俩真的是，我觉得。你要学什么呀？你要是想学，就可以到这个丈夫学院去学习。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吗？我们家去完就黄了。我这两天一直在家补课啊，认真的补课，真的向你们学习，你们做得太好了。像跟妈妈的这种交流哈，表达对妈妈的那种爱特别直接，而且你看你跟你妈还能手拉手。我跟你讲，我从来没跟我妈手拉手过，但是我也确实看好多就男生跟妈妈就都是这么。很亲密，对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里面，哎，挺来劲的，挺好的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师傅，张铎，哎，跟您学习。你好，你好，郭晓东，你好，想跟您请教请教，就是教教我们看看怎么个染法。这跟那个大染房那个陈六子那个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那个。这叫啥染、啊、这个是彩印、哦、我来刷两下，来，这个是刷红色，我来试试，来，行，他刷绿色，他刷红色，那我就做监工呗。我跟你讲，这很重要，就如果没有监工的作用，我估计他们俩是做不太好的。是我这样这种感觉，这行吗？这种感觉行。对对，我觉得不太行，这个毛刷呀不能平。哦，这样是不行的是吧？哎，对，就等于说这个有点多起沫了。师傅，我说的有点道理吧？有道理。哎，你是师傅没讲你怎么摸到这个规律？我真的是在车间做过，车洗爆膜前描图晒图，我是真会。师傅一动刷我就看出来。小郭同志，你看这些地方。对对啊。哎呀，你看我都没看到。我学到这个精髓了没有？精髓厉害。师傅，我们别嗨嗨。师傅，我班长吧。你看这师傅在这儿呢，我也不好意思啊。你呀绝对是一个房子里边不干活那种，然后这种跟师傅说，师傅说有道理，我就学徒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最能干的那个就老师傅最喜欢你，这一看就没在车间干过。现在开始创作期吧，好吧，要不这样的话太不通了，对吧？在印之前咱俩应该签个名，有咱俩 DIY。一二三，一二，你看多漂亮、哦！我们一人弄条围巾算了，我估计只有我们仨糊涂了。忽悠别人不行，忽悠我妈和老婆还不行吗？东哥，我考你道题啊！你知道这个女性怀孕足月多少周？十月怀胎啊，四十周。所以你就得去老公学院。十个月，一个月不是四个星期吗？十个月，这不是四十周吗？
那再考你个题啊，不听老人言啊，的上一句是啥？上一句不就是那个不听老人言吗？上一句，俗话说得好。啊，是。东哥，哎，我问你一下，一个常识，做好的热菜，是放冰箱之前是让它热着就要放进去，还是说等凉了再放进去？凉了。你这老公学院绝对，我跟你讲。一道都没对，我们还蒙对了呢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还蒙对一个？为啥呀？不是谁热了往里放啊？你要放凉了，在外面是滋生细菌的，细菌啊，所以呢就热着放。哎，那我觉得可以，那我报名。怎么样，师傅？不行，这成啥了？我们自己发挥了一下，师傅，放心吗？那对。好好回去解释解释吧。我们也给他挂上吧。哎呦，如果是看人家染的这玩意儿，再看我们这个，他这一层一层的可不容易。他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均匀哈。对呀，非常均匀，对，而且有规则。嗯，我们这是无规则的美。这个其实他在某个程度上说也是技术活，也是技术。对，很强的技术。怎么扔上去啊？一二。到，一二，蹬，不是，来，杨子来，给我，不用，不给我，啊，东哥小时候爬过树的，来，给我来，来，呀呀呀，东哥可以，你看小时候爬过树的，对，往哪边放？放这行吗？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也挺好看的，还可以，嗯，好。哎呀，没想到我还行，行，还能爬上去，相当行。挺好看的，但是跟人家这个比啊，你咱这个细节就不够了。你看他的这个，一个这个弄得多细啊！里边还行，拿出来一比 ，DIY，DIY， 对，这就只能自我安慰叫 DIY 吧 ，DIY。啊，对啊，哦 ，D， 东 ，I， 你有 I 吗？我有 I， 你有 I， 我爱杨子吗？我是 D。我是安，我是唧唧歪歪的歪，我们是 DIY idol 组合，脸皮太厚了，这三个人idol 组合，下去了，东哥，唱个歌吧，来一首啊。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摘下了八音桂，八音桂，春天的红霞艳太红。愉快的歌声满天飞，哎，一二三三，妈，老婆，松松，邢玉珍，听不见吗？报一下工作，来，我们今天下午去古北水镇的永顺染坊，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呢，跟人家师傅就学习了，然后染成这个样子。太棒了，对，太棒了。而且这个地方啊，说一下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做了我们的 logo， 就汉语拼音的 ZD，哦、然后杨子呢，九 Y， 杨 Y 是吧？西瑶小东就是这个杜嘛 ，D 杜，然后还有台湾的黄先生，他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，所以你看这儿有好多黄色。黄色，这是我们的整个的 logo， 有创意，有创意。啊，我们现在三个人一块说吧，来啊，我是 D， 我是 I， 我是 Y， 我们是 DIY idol 组合。我们几个已经练了很多遍了，就没有一遍能齐了。能齐了啊！下面呢，请这个各位妈妈和老婆，然后一起拿这个剪刀，可以剪自己最喜欢的那一块。开始剪吧，撕下来。好，好吧，这块就是你的了。好看吧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这个赶不给那个谁吧，黄先生吧。对，给黄先生，给黄先生，黄先生留着。大家伙儿啊，今儿个是相对最齐的一次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。既然今儿个把布都染出来了，咱们来一个漂亮的嗨起来的走秀，好吧？
么都横批在这儿。咱们玩鸭啊，嘎嘎嘎，鸭鸭鸭。可以，你说吧，怎么玩？抓鸭子，有几只？有三只，呱呱呱。对，我知道，来吧。好，来。抓鸭子。抓几只？抓三只。嘎嘎嘎。抓鸭子。抓几只？抓五只。嘎嘎嘎嘎嘎。抓鸭子。抓几只？抓六只。抓六只。抢了。抓六只是我。错啦呀！对，是紧张，不关事，我这开始啊。好，抓鸭子，抓几只？抓五百只。呱。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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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完没了。你这又输了呀？又输了。走吧，我们出发了。天亮就出发。好漂亮啊，这里。哇，这么泡啊？哇，哎呦，我觉得这好哎，我就喜欢这个。总之，这是咱们自己烧的开水，不是哈。哎，我看见了，老婆，我们在给你们暖水。我就喷了。哇，破洞我从哪里来啊？从这儿来。我看你老公也没啥举动。对，肯定的。你主动过来找我呀！不行，不能。妈，暖和点。我觉得你为什么会站起来？我觉得好冷啊！我老婆来了，我肯定得站起来。我冻死，我也得站起来啊！听到没有？哎呀，这扎针的，这是。我是养成习惯了，条件反射。这卓哥，哎呀，这狗粮咋的？我应该时时刻刻向他们学习。本节目由唯品会冠名播出，买品牌好物上唯品会，超多大牌，每天都有三折。本节目由斑马 APP 赞助播出，学语文、学思维、学英语，3到8岁上斑马。本节目由美素佳儿奶粉赞助播出，美素佳儿致力于帮助宝宝不上火、不便秘。本节目由治疗不爱吃饭、发育迟缓、夜惊多汗的龙母壮骨颗粒特约播出。都几点了还不起来呀？都给他们叫起来。起床了，起床了。我是独哥。八字点慢一点。借女子千万种，让每个女子都活出最美的姿态，善待时光，善待自己。女神节快乐，棒棒的，好看。善待时光。我这眼睛不对，怎么老眨呢？知道吗？再来一遍，我这总不能眨，就总得这样事儿的。世界女子千万种，愿美。你还是就来吧，世界女子千万种。哎呀，做现在就做了，一直那个手很怪异。世界女子千万种，一直在说。哎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节日快乐，张朵啊！我快乐，我快乐，妇女们快乐，我就快乐了。他们过节就等于是我过节了。那咱们得买点东西去吧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
德哥太逗了，他们过节就当于我过节的，那能一样吗？他们过节你们得破费，来给。啥意思？这是这里的地图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去选一下你觉得好的东西，你去吧，去吧，来，拜拜，去吧，皮卡丘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八妇女节，应该叫女神节。女神节，咱们今天出去玩儿，走一走，咱们几个婆婆是不是啊？对，咱们开心的玩啊，想怎么玩就玩，向快乐，向快乐出发。哎，咱们在这儿也可以照个相。对呀，哎，我给你们照个相，在这儿。你教我，你俩摆一个什么？两个手插兜。哎，对呀，肚子再往回收一收一收，收不了了。身子再往前一点点，这样点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个景。你这手别这样，也可以一个手插兜。没，笑起来真好看，像花儿一样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多漂亮呀！好了，哎，咱们运动运动，怎么运动啊？我给你再看咱的动作啊！我们一起摘呀、啊！我们院里好多的山楂树，我们这樱桃够啊，还不得够我那么高呢？这个桃子好大呀，今年的葡萄长得特别旺盛啊，给你孙子摘了多少草莓呀、啊、摘了一大筐啊，我请你们大家都在我们家摘草莓。咱俩谁腿长？嗯，差不腿肯定差不多长。一会儿见啊！好了好了。我正拍着呢，我等一下我给你回过去啊。那个你拍着拍着，你不用给我回过来啊。今天正好是妇女节嘛，然后小姨还有灿灿都在这儿，我们商量，你看看你这边有什么需求没有，给他们准备点什么礼物。我们在古北水镇呢，啊，我们这边就给你准备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好，这个你说这可以。你好，哎，这有什么特色的好吃的？这都是以板栗馅为主的糕点。哎，这好啊，这个给我来这个，来五盒，这个我正好每家是吧送一个。妇女节快乐，栗子馅的，立起来和和美美，甜甜蜜蜜。现在我们买东西呢都是意义比较好比较重要，而不是看价值。有一句明信片可以写一张，平时生活里你会想不到寄明信片的这个事儿，过了好久好久你在收到的时候你会想到那时候你的一个心境，非常的有意义。好爱你们，带着我的爱飞回去。哪个是最好的呀？我们刚刚没有看到灿灿给杜淳撒娇。哎，我不太喜欢撒娇。撒一个吗？我也不太会撒娇，我也不会。对吧？我也不太会。我不会。这个你是专家了，你传授一下。我真不是。你还不是？那啥是专家？我真不是。有事儿我就说事儿。就有事儿说事儿。对，没事儿没事儿就。你今天穿了一个很漂亮的衣服，他一直没有看出来。你就想让他看到你这件衣服。那你就这衣服好看吗？啊，对啊，我就这么说的。对啊，这么说吗？啊，是啊，我也是这样的。啊，那你怎么讲的？对啊，你教我一下。你就看着他，不管他跟你说什么，对你都这样。我给你打赌吧，肯定说，哎，你脑子有病啊！我100%还这么说你。你来试一下，太别扭了，你来试一下这样子。比方说，你就跟他讲说我要喝水，那我想喝水。嗯。捏住了，要说出来，要喝口水。这个茶是下毒了，我觉得是。他不说你吗？这个赵铎，他能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老婆，啊，赵铎回来了，赵铎回来了。
嗨，我回来了。欢迎，辛苦了。各位，这个美女们好啊！你们老婆怎么着？穿上这裙子啥意思啊？啊，好漂亮啊！啊，抱抱，好漂亮，你这啥意思啊？好，我怎么感觉好像抱错人了呢？哎呀，晃一晃，沙姐，哎呀，有眼不识泰山啊！哎呀，我这眼神，你看，哎呀，够了，我裙子要脱了，我去脱裙子了。你们慢慢聊啊，太可爱了，慢慢聊，真的太可爱了。老妈，我给你买的是这个。这个呢就是一个寓意，因为这是一个雄鸡嘛，在一个石头上，因为我想找一个寓意嘛，鸡是五德之物，然后雄鸡破晓，在家里面是吉祥如意的意思，而且这个鸡现在站在一个石头上，它有一个谐音，就是时尚大吉，世上大吉，吉祥如意，这是送给你的啊，好，到时候也送给那个松玲的妈妈啊，谢谢。漂亮，今天三八节啊，我收到了最贵重的礼物，儿媳和儿子的心意。祝我也在座祝愿各位妈妈们、媳妇们、儿子们，跟我们一起都是三八节快乐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好不好？谢谢阿姨。在这里呢，我还要说小东，让我们这些婆婆更漂亮，给我们买的什么雪花膏啊，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的抹一抹啊，我们下次聚会我们每个人更漂亮，更漂亮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